是已经演得有点腻了。咱俩身份互换一下，你演女霸总。嗯，然后你担心爸爸，你带娃，又生了俩。哎，啊，有这个吗？太多次了，还有感受？我麻了是吗？有，爸妈都看，爱看，跟你一块儿看，那太羞耻了。发红包，发各自的丑照。完了，本来藏了这么多，没藏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在《你给我的喜欢》中饰演的是新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玉文，我在《你给我的喜欢》里面饰演的是敏慧。那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？5年前两个人是热恋中的小情侣，然后5年后重逢是欢喜冤家，之后升级为带娃的年轻爸妈，最后重归于好，又生了俩。哎。啊，有这个吗？其实大家非常关注你们三搭嘛，就三搭下来合作感受怎么样？什么不能再说，也保证了我们拍摄进度比较顺利。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去磨合嘛，互相也比较了解，然后拍起来就特别的得心应手。那和之前拍戏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在？之前多了个娃吧？对，最主要就是多了一个娃，娃给了我们很多的亮点。对，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吧。像之前我们两个演情侣的时候就是已经演得有点腻了，其实说实话，因为我们就上个戏的那个吻戏真的特别多。我们就一直都是两人世界，这次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崽子。妈咪晚安。那个小崽子又特别的活泼可爱聪明，有时候就让我们有特别多的心灵感。很多年轻演员会很害怕太早的去演爸妈嘛，就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感受？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也是第一反应，我还是个宝宝。第一反应是就我到了需要演爸爸的年纪了吗？我在演的时候更多时候是把他当成我一个弟弟。这是年轻爸妈的好处，就是跟小孩比较有共同话题，就像他现在说那些卡通片里的人物我们还都知道是谁，都能接得上剧情。你摇什么头？他把自己撇清。没看过。和小演员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趣事吗？然后小演员他到了下午就闹觉，但这个时候新奇爸爸就有好办法死戳他的软肋。你说奥特曼卡片。奥特曼卡片。然后我把那一整盒全部买了，我说每一天表现好，收工的时候你到我这里来领一包走。完了这方面还要怎么着，自己报销一下。艾特一下制片人待会儿。那省得不少钱呢。对啊。那多个一天两天的这种开销可大了。这几天播了一些之后，然后大家都说感觉和子琪长得特别像。跟我有点像。吃醋了是吧？开始。然后子琪有什么感受吗？对大家说他和你长得很像。完了，本来藏了这么多年。没藏住。亲生的。就大家也一直在呼唤你们四搭嘛，就如果四搭的话，你们想挑战什么角色？搭不了了，王姐已经没兴趣了。已经演得有点腻了。我们换一个身份，换一个年代。我可以试试民国啊，或者仙侠这种，我觉得还能演下去。如果你们俩的关系呢，就设定一下的话，我有一个就是咱俩可以搭的。你说，咱俩身份互换一下，你演女霸总。然后你担心爸爸，你带娃。我演那公司门口发传单，小员工，就是可能卖早餐啊，或者那个泊车司机啊。那我就特别爱吃你家的早餐，然后我们俩从此相。扯远了。多次合作之后，其实剧本是非常期待嘛，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声音说，会不会比如说审美疲劳？对于这种，你们会有顾虑吗？疲劳就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再看。你轻一点。疲劳，我们眼睛放松放松眼睛，然后再看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还是很磕。那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被舔到的那种？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俩一个演完，好甜呐，我们俩是这样。天哪，我们也太甜了，好甜呐，我们俩，有一种好甜啊，再来一条。
没有就是吗？很诡异。我们前面已经释放了一些很亲密的那种吻戏嘛，就在拍那些时候有什么感受？太多次了，感受还有感受麻了是吗？那个花絮不都说了，他说没有几次有几百次。对对对，尤其那边吻戏几百次应该也是第一个吧。真的说合作演员中也就他，不用合作，我们是说整个对整个娱乐圈里面有四搭五搭演情侣的吗？好像不用管他多少搭，没有这么吻戏那么多。自己看自己的吻戏是什么体验？我们是专业的，其实我们看那个不会有太大的反应。对，父母有跟着你们一起看过你们拍的吻戏吗？有，爸妈都看，爱看。跟你一块看？那没有。对啊，他说跟你一块看。一块看没有，那太羞耻了。那我们。坐如针毡，我的天哪！演员之间有没有微信群？然后群名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喜欢，就是你给我的喜欢吗？就是、这么正常吗？对。那群里面大家都爱聊什么？发红包，发各自的丑照。剧组期间是这个样子的，吐槽对方。还有时候，比如说那对情侣在演吻戏，我们就在电视机里跟他录，哎呦呦，真甜呀，就这样，就是互相挤兑。然后自己演的时候也会被他们嘲笑了，就是互相开玩笑。冲浪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对方什么好玩的视频或热搜？我觉得他坐摩托那一段挺好笑的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到哪里都不会如何。世界不提啊，我们不提特别丑的。怎么能？到我们后台看了十多集样片，我觉得好甜，就很是吗？你要交会员吗？我们有会员。啊，你是我们这个剧拉新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怎么这样？我们的片片玩不熟。好，然后我们采访结束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啊，就这么突然结束了。好，谢谢。